中华民国广亮慈善会透过民进党台中市党部与花莲县党部联系，16号早上带来了280万元的善款，捐助给在这次地震中的红丹围楼低收户，共有200户受惠。轩辕路上联合里办公室16号上午出现排队人潮，这是来自台中的广亮慈善会要发送280万元善款给0403地震当中的红丹围楼低收户。我们是针对0403花莲大地震，我们广亮慈善会本着急时救难在社会上的帮助，特地未来这次来为了这些灾民来做关怀。我们的宗旨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宗旨而来。在社会上我们积水成渊、积欲成裘的精神来帮助社会上这些孤苦贫病者。这一次爱心善款捐助是透过民进党台中市和花莲县党部的联系所促成。这一次是由透过台中市民进党党部李天生主委跟我联系，广亮基金会就看到我们花莲受到0403的地震受灾户一些的影响他们想要来捐助、来挹注、来关怀我们花莲的乡亲所以就我们来联系就今天来到花莲来让我们乡亲感到温暖。280万元将发送给天王星、山海关、北滨、统帅等200户的低收户，每一户金额5000到15000不等。广亮慈善会表示，希望可以发挥抛砖引玉效果，号召更多社团来关心花莲。记者惠焕世报道。